怪。把药吃了，他是点盐啊、哦、我们先赶紧升个三，外圈刮平 A 疾跑开起来， A 尖打反溜闪现平 A 拉回来，平 A 再 A 一下，外圈刮回家了，虽然我们的兵补的稀巴烂，但是算了吧。这盖伦怂什么？他不是怂，他怂不怂我们也跑，我不可能技能没好我上去跟他打去，我百分之百得挡他那啥。干啥呢？啊，剑圣来了，对面的剑圣。那落手带疾跑就是跑，等技能。外圈刮。打不溜，外圈刮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拉回来，平 A， 打不溜 ，A 一下，补刀，拉扯。来插个眼儿啊，我们可能是有点要无敌了，这把不出部件还，我决定这把我决定出水银还，我的印性实在是有点高啊。回家了，我杀出一条血路，但是不出布甲还前期又会有点难办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水银还不行，后边换吧，前面还是出布甲还吧。我将死战不休。小反甲啊，也行吧，他没闪现这波啊，可以杀。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打破溜，外圈刮，平 A 拉回来，平 A， 平 A， A 死得了。我就不用大了，用大就浪费。他点盐还用了，这波我们可以试试能不能把他杀了啊，阅兵线杀一波可以试试。打不溜，外圈刮，平 A 疾跑开起来，拉回来，平 A 一个劈，外圈刮吃口死来，
差一点蓝没中，这都是算好的。艾伦可以选择挂机，我拉回来外圈刮回家了。算了，还是不减孩吧，不减孩，一会儿剑圣来了，不减孩也能减伤，挺好。你跟他打他五级，你怕个屁呀？你打他，你打他！不用害怕，他打不过你。这双 buff 我们要了，哎呀不行，要不了。双 buff 要不了，拿不到。凌驾一切的战力。对面嘎里奥来下路来上路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A 接 W 外圈刮平 A 拉回来，平 A 隔绝战斧一个 P， 平 A 平 A W 一个 P 外圈刮 Double kill Double kill， 再快点路。剑圣敢来我前面走少，杀出一条血路，我外圈刮，插个眼儿来。看来我们得回家了。先来个挺进，无敌了，这还不无敌啊？刚才如果没有布点孩，是不是死了？这双 buff 不是我的了吗？啊！鱿鱼，给我疾跑一开，省着他跑了啊！我挺进 W 外圈平 A 拉回来，平 A 平 A， 咱就不劈了啊！双 buff 非常的虚浮，我挺进拉回来，没拉到，可惜了。还不走。外圈刮 A 塔，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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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不溜死，这都烫不死吗？
找一找这鱿鱼。不要犯任何错误。鱿鱼怎么回事 ？A 加 W 走呗。外球卡一个劈。太中了，兄弟。把蓝挡了，完了我们差个蟹手，现在这把我决定应该来个五杀。去吧下路啊，你去下路了，这中路出来个鱿鱼，把鱿鱼杀了。鱿鱼我挺进 W 外圈花平 A 拉回来，平 A 一个劈。啊，让你吃我一个劈。这个人头我们决定给铁男了啊！呀，我先拉回来。嗯，我说句实话啊，这边交急跑不太合适，那也得交，那能让他走了吗？那能让他走了吗？从不后撤。下路来一波，奶牛，我来了。奶牛呀，这边两条龙，这应该是看见我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应该是都能杀得掉，没瞪下来，直接来啊，牛哥，来吧，挺进 W 牛外圈花瓶盖，一个劈。我闪现拉回来，外圈光，这没死几个呀，关键还是闪太多了，打一个闪一个。希望他们没有闪现。为什么要瞅我？你给我回来！外圈花平 A 平 A 瞪平 A
干嘛呢？嘎里奥，嘎里奥犹豫了，我走位，拉回来，完了，给我一眼，这蟹手怎么一点盾也没有呢？那蟹手，那蟹手那盾怎么感觉也好少啊？刚才盾可能都没出来，把东西都卖了，来个白奖。五杀费点劲。刚才那个鱿鱼地上有翼，给我弹飞了。走，这边再来一个，我来了啊！这边有疾跑，试试看啊！我挺进 W 外圈刮平 A 拉回来，平 A 一个劈，外圈刮 A 接 W 一个劈，平 A 拉回来。外圈刮平 A 疾跑开起来 ，A 接 W 挺进，外圈刮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我砍！哎，有机会啊！给我追！我挺进 W 外圈刮平 A 拉回来，我外圈刮不着。再见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。没有，刚才鱿鱼已经复活了。如果我们把那卡莎杀了，也没有办法拿五杀。我看这武器是生气了呀！我抢了他一个五杀，他生气了。我来了，嗯，我到了。那谁呀？先扫一下。来，挺进 W， 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一个劈平 A，W 一个劈，一个。我拉回来，平 A W 外圈光，闪现了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拉你？鱿鱼，我挺进 W 外圈光，平 A 平 A 平 A 拉回来，外圈回血，回不了多少啊，偷了一个人。鱿鱼的CC还是有点高啊！怎么没刮到？就抠着了一个盖伦，还是嘎里奥，抠着了，怎么没抠？嘎里奥抠着了，别人没抠着。盖伦没抠着，
兄弟们，给个舞台，一 v 五一波。来一波一 v 五，咱先打个红 buff 啊。好，啊好。What？ 我的发。能不能给个舞台？我先升个十六级，别着急啊！我们先升个十六级，给个舞台，给我搭建一个舞台。好，升了。撤了，撤了，撤！给个舞台，不给舞台呢？他们得守兵，不带出来的。有，即使有一个防御塔，我就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。来，我们先挺进 W 外圈刮，一跑一开，往回拉，拉回来。外圈刮打半溜，别着急，先杀咖喱奥闪现平 A 一个 P， 919区区有点高啊。最后一件来个什么呢？来个反甲吧。为什么要静音？那万一那队友说我两句，那不尴尬了吗？我们看不见啊，我们看不见。我们听不见，打个大龙吧你们，我再来个舞台，我这波先杀盖伦，我靠这玩意儿打人好疼，我再来个舞台，再与我搭建一艘舞台，我们先去找盖伦，先把他劈了，让你上波劈我，我挺进 A 加 W 外圈刮。拉！别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也不行吗？对不起，也不行吗？啊？是不行啊？是不是不行？我发现是不是不行？是不是不一个屁？打不了一个屁，拼的一个屁，是不是不行？吃点饭。